GoEast Chinese listening. 上海的相亲角，在上海人民公园的一角，每周六都会举办一次征婚活动。在相亲角，挂满了上百张相亲牌。这些相亲牌的内容包括年龄、职业、住房、收入等，各种要求都一目了然。这些相亲牌大多是年轻人的父母带过去的，而非年轻人本身。父母因为担心子女的婚姻问题，所以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子女物色到合适的约会对象。今年六月，甘道夫，77岁的英国演员伊恩·麦克莱恩也来到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，挂上了自己的相亲牌。身高5英尺又11，年龄77，伦敦有房，剑桥大学毕业。看来这位老爷子掌握了在中国相亲的精髓内容呢。GoEast Chinese listening.